粉红色口罩比较适合。胜利九是木巴达凌晨五点，哎，往事不堪回首啊。哦，这对新间距案哦，两只双黑龙的当队长。哦，一样就是只有五秒转珠啊，非常烂。先看看这个伤害啦，哦，平砍可以到100多万哦。但这队应该是需要主珠的哈，我们开个日葵，哦，整版攻击珠，看一下伤害如何。因为这队不能放暗龙死的，我单张200万，放暗龙死的话，伤害会，你开那个暗龙网的时候，伤害就会被吸掉，就不适合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谢谢Ben哥赞助，帮我收关卡钥匙。哦，好，感谢感谢。来呀，来个酒吧，不醉不罢休。愁情烦事别放。想看我戴卡通斗口罩，那不适合我吧？阿奇波浪符，波浪符帮你收关卡也要时间 ，QQ。我比较想要看百姓戴啊，百姓戴那个口罩应该蛮好笑的。27000血，对啊，一个龙队27000血，安尼刚才看起对不？直接开一个这个爆发了，好不好？直接爆起来了，看一下这个。伤害如何，好不好？我、哦、看一下这个伤害如何，单张1900万，哇！可是它是十倍哦，十倍再加共鸣才有这个数字哦。哦，不要以为伤害很高就很屌。当他没有开爆发的时候，就是这种烂数字。把百姓当笑话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哪有？我很尊敬他的，好吗？我很尊敬我们百姓的。十倍哦，这个罪的爆发就是这样子的。这队的爆发就是开暗龙网，然后再加一打、哦，就是一个超大爆发。什么感觉？好像也还好。哎，我刚刚没有看到一打。哦。我每次都要伤害他，不会啦，我很尊敬长辈的。好、啊，要消暗更新，不然少2.25。哦，对哦，少2.25倍。可是这边没有暗更新怎么办？啊，有，这样子整版攻击珠打起来也是还好啊，100万不行。我炸、啊！好像开带巴龙这队就没有用，因为就少了新珠，没有新珠。好，我们这边开那个伊达，再加这个
好，这样看一下伤害，单张1600万，哦，也是破亿。哦，这个就没办法了，这个没办法开了共鸣。反正这对一个技术总结哈，我个人觉得伤害是也不行哈，然后血量也不行，也没减伤，回复力还是那种最原始的，就是靠基本的回复力再回，哦，然后攻击手段也不够多哦，然后解板也不行哦。总结来说，这一只还是当巴龙的队员好了哈，就是它的兼具效果可能还是会有用啦。那实战上的话，当队长应该不太强哈。对，能放的队员太少，因为他只能放暗龙而已。